一二三四五，是不是五笔哈、就画出来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半圆铺一笔，半圆铺一笔，也不是每个半圆的铺哈、把花心处理好。这五笔定位画成牡丹的，咱们这边啊、能看到吧？这边哎，来三笔，那两边雷同，这边再加一笔。实际上，按步骤画，好，你看这是腰线，哎，上边两笔，好，下边两笔，反八字。这时候毛笔弯了，裁好在这边来，是不是？咱们按步骤画就不着急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看，这样三笔，好，那这边也是的，也可以两笔。我们跟你分解开来，你一朵牡丹画的就非常轻松。比如说画长方形的，你下边再加，好，就是说虽然是长方形的，但是你不要，就是说你圆中见方，方中见圆，就是用这种画法呀。